满天星光为我祝福，这一路收获了感悟，下一秒就是日出。当我挣脱了束缚，当我丢开了地图，当我放开了自己，自由的旋转跳舞，当我找到了我要去往何处，那是开始旅途。忽然天边乌云密布，雷电敲打我心深处，才发现自己是天赐予最好的礼物。卸下这个包袱，每一步都有专属的幸福。世界的冰晶里，你这么大的牺牲到底值得吗？我冰封在冰中，为什么你可以进入我的思想？我想变得消失。冰公主，你的敌人不是我，而是人类。我们都是自然之力幻化而成的仙子，可我不想像你一样伤害人类。你还没看清，由于人类对自然的破坏，仙境已经开始坍塌。到底谁在伤害谁？伤害你的温室效应停止了吗？人类仍然在生活和战争中制造破坏这一切。要想保护仙境，就必须占领人类世界。放弃人类吧，将力量给我，我将阻止这一切，保证你不会消失。我们一定会保护自然，曼多拉，我不会帮你的。我相信人类的未来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就坠入深渊吧。
镜子的两面。有一位你的老朋友，我不要好好招待。曼多拉，这份厚礼我收下，我会好好招待他。这什么事？梦里有心动，若七日内他无法觉醒，就是我的人了。公主梦，总不至于分不清现实和幻想吧？比赛在七天后，我要加紧了。练习都是艺术，啊，好美啊！是水绊住了你的脚步，别让水的连接关住，接上吧。啊，袋子明明彻底断了，怎么修好的呢？哦啊，谢谢。一身雪白如水般透彻的男孩，你好像仙境中的王子，真帅。啊！同学，不见了。就这条路啊，也没有转弯，会凭空消失吧？冰，你还要再滑一会儿吧？你锁门啊。好。丝丝的寒意，好舒服。果然只有在冰雪上才能听见寒冰飘飘如雪结晶。谁在说话？快醒来。什么醒来？冰霜，冰莲花，是我做的吗？夜罗莉魔法，寒冰飘飘如雪结晶。我一直在等。
从没想过会见到你黑发的样子，似乎有一些人间烟气。黑发什么意思？夜萝莉魔法唤醒你。头发变色了。你也该醒来了，一直睡着不可以这么任性了，冰公主。夜萝莉魔法，海冰飘飘，如雪洁净，雪花冰晶。为什么我可以形成冰晶？这是魔法吗？这是你的法术，冰晶术。时间期限快到了，再不醒来会很危险。是你吧？文豪笔墨，挥洒风行，山水轻描，红颜世变。夜萝莉魔法，意识唤醒。什么？这是想对抗？那我不能强行带走他吗？没得到我的同意，就想在这个世界带走人。睡吧，永驻冰梦。冰公主，她现在就是普通人类。我不醒来了。这里可是我的梦境国度，你不可能带走她。而且严爵，她已经不是灵犀阁的成员了，你还要护着她。这种衰弱的仙子就应该被自然淘汰。严爵，若是不请你来，是不是早已经忘记我了？我自己好清冷啊。孟公主，为什么要把冰公主拉入梦境国度？要感谢曼多拉给了我这样报仇的机会。冰公主会醒来吗？孟公主和她有什么过往？